有个哥们去偷师。这杆也太准了吧！谢谢球节奏666送的血瓶，谢谢。直播间巨岗跳了20个人左右。应该还有人，盲区应该还有。谢谢大家订阅和关注，谢谢各位朋友给主播的分享啊！谢谢小姑娘送的血瓶，谢谢猫秋送的3000刀，谢谢四月送的血瓶，谢谢 CDDH 送的663刀，谢谢。
没有枪声啊！刚才高楼还跳下来一个。不要不小兄弟，别闹。然后这自动射击可不可以？开不开出？都丢哪里？这个蹦蹦，记得。谢谢大家订阅和关注，谢谢。欢迎御姐大军查房，欢迎欢迎欢迎啊！毕竟我们御姐呢，感谢御姐的查房啊，御姐来查我的房，我真的很高兴啊！毕竟御姐也是怎么也说是我们虎牙次元两分类的御姐。啊，谢谢谢谢谢谢御姐查房，感谢啊，非常感谢，非常荣幸。谢甜甜圈不好吃送的雪冰，谢谢。谢御姐的查房，谢谢。我们去 P 城啊，什么地方找找，好吧？
哎，阿春好像有人。人数掉得太快了啊，纳闷。阿成的人去哪里了？我看到一辆蹦蹦，蹦蹦背上没有坐人，就只有一国人。他开哪里去了？刚还看到他来着，不捡呢？纳闷了，莫名其妙第一个圈死这么多人，不好意思啊，我的微信响了，凉了就这样。给我等着。我第一个圈杀14个，那又怎么样嘛？那他们其他人呢？又被谁杀的呀？那就很纳闷了呀。他们打这么快，我据港我知道跳了很多人，跳了将近20个，全死完了。我也只杀了14个呀。那死得太快了。最后一个人不露脚步，不敢露脚步了。不好意思啊。谢谢大家的订阅和关注，谢谢。还拍不拍？一锅还拍不拍？
谢谢刚才那个说24送虎牙一号的朋友，谢谢，谢谢你的虎牙一号，谢谢谢谢，非常感谢。谢谢幺儿送的火锅，谢谢。啊，他是吹牛的吗？他不送吗？哎，那算了，我以为说送虎牙一号都是真的呢，毕竟吹牛不用成本啊，吹藏宝图啊，为什么要吹虎牙一号？哎，我以为是真的呢。谢谢一以倾城送的雪瓶，谢谢阿童优送的雪瓶，谢谢。谢谢大饼脸送的奖杯啊，谢谢紫藤送的奖杯，谢谢。红蛋花心。谢谢野生葫芦娃送的雪瓶，谢谢小姑娘送的雪瓶，谢谢墨竹送的奖杯，谢谢。没有了，很尴尬。那设置蛇女设置里面油桶能把它打开吗？我想捡个油桶以后。其他油桶它不会自动捡啊，我觉得油桶应该可以捡一个。那以后我没有车。不要说25杀送礼物的那个不要走哦，各位25杀哦，我就呵呵了哟，真的。这个25杀应该还是蛮简单的吧，还差三个嘛，三个决赛圈，还剩五个里面杀三个，感觉不难。好了，马上要多杀一个了。好吧，你们那个25杀送东西的那个，25杀送藏宝图的那个，还是虎牙一号那哥们，人呢？
一些陌上花开啊，是的，火锅，谢谢啊，冬天到了，吃火锅，谢谢大家请我吃火锅。谢谢虎牙三狂送的火锅，谢谢谢阿辉送的雪冰啊，谢谢堂哥赞不求人送的奖杯，谢谢谢谢大家送的礼物。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呢，我们会在直播间送出60件纪念 T 恤啊，纪念 T 恤，绝版纪念 T 恤，送完就没得了，买不到，没得买，全都是送，好吧？会在我们直播间送出这60件纪念 T 恤。只有我们直播间会有徽章的朋友呢，才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纪念 T 恤，有60件。啊，弹幕抽奖，弹幕抽奖，只要是我们直播间的徽章都可以免费参加。哎，不对呀，这个弹幕抽奖好像是我们直播间有徽章的朋友，是我们直播间的粉丝，他可以就可以免费参加，但不是的话，好像可以用银豆参加的。那我们等会给大家两个选择，这个抽60件 T 恤是用一个虎粮抽可以吗？因为用一个虎粮抽可以设置为只有我们直播间会有徽章的朋友才可以参加，在直播间上电视送啊，这是第一个选择，用一个虎粮参加抽奖，只有粉丝有徽章的朋友才可以参加，一个虎粮就几乎是免费，对不对？因为虎粮我也没有收益。第二，看不到你的不用这样。第二就是弹幕抽奖啊，弹幕抽奖。弹幕抽奖就是不是粉丝也可以参加，那就有点尴尬了。但是不是粉丝的，好像他也不会参加吧？纪念 T 恤谁要？那 你们自己选吧。一就是一个虎粮，因为一个虎粮是真的就是免费的。虎粮我是没有，主播是没有收益的啊，跟大家讲一下，虎粮主播是没有收益的。骗你，我是狗，我是小狗。谢谢繁星送的火锅，谢谢繁星送的奖杯，谢谢。这个人不会在那个防空洞里面吧？我懵了。我们这波是下去找他们，找他还是给大家表演拼药？我们先刚刚说，刚才那个是虎粮还是弹幕抽奖？你们选一个，扣一就是虎粮，扣二就是弹幕抽奖。啊，虎粮只用一个就可以参与抽奖，因为毕竟我们纪念 T 恤是送的嘛，送的是粉丝福利。我估计他是真的是在里面哦，他真的在里面可能，又不像我刚才在那里晃那么久，我也没看他进去，可能不在里面，我感觉他可能不在里面，我不敢，我先捡一堆大包先。好像一的要多一点点啊，势均力敌，但一的要多一丢丢，我都不停的在截屏，然后再看，一的多一点点啊，但也就一点点。因为虎粮可以免费领取的嘛，所以虎粮基本上就等于是免费的。我们，哎，他要送一个这个吃。好难吃啊！
真的好难吃。下午，东哥哥今天搬家啊，东哥哥的粉丝无家可归，所以我们今天才直播播那么早，所以晚饭也没吃。他搬我家里来了，真的，隔壁就在搬，东姐，他搬我家隔壁了，喊他一下，等会他就来了。我骗你，怎么可能骗你们呢？堵什么门啊？我觉得他不在里面。但还是可以出来。我不想打他，等他出。他只要一接近洞口，接近那个车，他就会有脚步，我就听得到。你们不要阻挠我吃东西，肚子好饿。我这样直播吃东西会不会不太好啊？但我确实晚饭没吃。好，吃鸡了，不在里面。他真的在洞里吗？如果在这几棵树这边都没有人的话，那他绝对就在洞里了。好，最后那一棵树，尝试一波。肯定动了，这下肯定是带动力的，毫无疑问。这一下他如果在外面把我引死的话，我真的是没话说，好吧？如果他现在还能在外面出现，我直播送 XS，真的。我们等会就送 XS，如果他在外面的话，我现在就在站在空手跳舞，他绝对在洞里，有点雷什么的。我肯定是有把握，他确定不在外面，我才这么讲的。哎，哪有钱送啊，兄弟？好，我们看看炸的假的啊。这不是枪管子吧？有点小尴尬。他不在洞口，他不在洞口。你们刚看到那个东西，你看到没有？不是枪管子，是那个什么，这个配件还是个什么东西？没事，拼药拼药我最擅长了，我拼药贼强，一个医疗箱，七个急救包，随便你拼，拼不过你算我输，好吧。
Hello，Hello，Hello，hello, hello, 洞里的朋友，Hello，听得见我说话吗？谢谢三基数的高能预警，谢谢。已经不需要这么多急救包。够了。谢谢浩哥哥，谢谢赤道速冷魔法术，谢谢。谢谢浩哥哥送的两个魔法术，谢谢。谢浩哥哥送的三个魔法术，谢谢。一定要。我不知道啥情况。赶紧拿回放。谢浩哥哥续费的公爵，谢谢谢浩哥续费的公爵，谢谢，我们给浩哥哥刷波666。看一下啊。